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光的纾压手游系列，我们回来啦。今天呢，小光带大家来捡钱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走在路上都可以捡到钱的世界啊。现在我们看起来非常的穷，我们马上让它变有钱吧。Let's go。OK， 我们现在按下去，哦，来捡钱。我刚按了什么？哦，它按钱让我们往上飞。嘿，我好痛哦。OK，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左右闪，你只要负责哇，是不是lag了一下？我们现在还是只能住穷屋子，哦，可怜。我的名次怎么那么低啊 ？OK， 那我们来到第二关，捡钱，哎咻，捡钱，哎咻，有，开始要慢慢变有钱了，竟然要拿钱来上升，真的是有点浪费啊。哦，有了，我们变成小穷了，从乞丐变成小穷了。哎呦，这个男友，哦，哇，乘以九，我们可以骑得起摩托车了。为什么他们要看起来好像很悲惨？有钱哎，有钱哎，小姐。OK， 我们直接跳过刚刚那一关。哦，那个还有音乐啊。哇，这边有个大洞。喂，哎呦，闪电。我靠！我没搞清楚怎么回事。他那个冲那么快是可以那个的吗？是可以撞破很多东西的吗？哦，现在只有七倍，真糟糕。别这样嘛，小穷也是可以过生活的嘛，为什么要过得这么不开心呢？对不对 ？OK， 哎呦。我们要读书。哎呦，这游戏教你正确观念，读书才能赚大钱呢。OK， 哎，哇，浪费钱啊！如果你放太少的话，会被箱子撞烂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小康，有了，我们买了起车子。我开心了 ，OL， 哎 ，OL， 哦，住别墅，跟小光差不多。哎，我们也只能到小康了。看能不能到有钱人。哦，不能玩手机。哎，那是玩手机吗？是好像买东西吧，用手机买东西。哎呦，上面好像比较好。完了，哇，被吃到直接死掉啊！哇塞，再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OK， 不能，不要，资源回收桶是什么概念？work 工作，努力工作，赚大钱，哎，发大财！哦，我变有钱人了，我变 rich 了，哇塞，我超有钱，我变公主了 ！Oh my god！ 哇！24倍！哇，我们住皇宫，天哪！Oh no！ Hello， 这个，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？好，我们走这边就好，我们走这边。哎，对，我们去跳舞。刚刚是什么情况？哇塞，刚刚那个男生脱光光，只穿了一条内裤在那里，让我有点害怕。这点这个家 ，OK， 哦，我们可以升级这个家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盖了一个酒道。好，我们盖了一个走道，然后这个嘞 ，free，no free， 没钱了是不是？没钱就算了，走，去多赚点钱。哎呦，走这个手扶梯上来，闪电，哦，闪电是什么都可以吃哎，闪电也太强了吧！哎呦，变回破了，哦呦，读书使我变得强大，哦。我小这个小有钱，小小的有钱，哦，有跑车了，不错了啦！哇塞，住这么好，那么牵着我走进去耶，可以，来下一关，哎呦，可以投资是不是？哇，哇塞，还教你投资哎，卖掉。哦，可以赚，哇！他教你，
他教你卖股票，哎，我们在低点的时候买，高点的时候卖掉，再一次买。哦，哇哦，那他最高的时候，如果我都不卖，会发生什么事啊？还要自己帮我卖掉，那还有一次机会。好，我们在最低点买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冲上去，冲上去！哇塞，这游戏还教你玩股票啊？哦，变平了。事实上，这股票不可能都只有上升没有下降啊！大家不要以为啊，股票都只要上升就好，没有没有，没那么简单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赔死你！我跟你讲，啊，如果你们眼光不够独到的话，你就很容易哎。钱钱全部都白搭了，哦，这岩浆，完了完了，我变铺了，我变铺了。OK OK， 哦哦哦，这个走下来好像没有比较好哎，你觉得走这里没有比较好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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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是一个小穷小穷人 ，Oh no， 我们骑了。真骑了骑小小摩托车，然后这应该是用租的吧？那不是我用买的，那是一定是用租的。对，肯定没有钱。哦呦，不能碰到他，跟男生在一起会浪费钱的意思是不是？不会啊，跟男生在一起不是更有钱吗？啊，没喂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哎 ，OK OK， 哦，哦呦，差一点就吃到我了，香烟，哎，绝对不能染上恶习。我们现在是超强公主，有了有了，冲啊！我的钱超多，来了，我们来到了完美的这个，哇，有酒吧，有游泳池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住这个地方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可以自己放你想要的地方是不是？哦，我想买跑车，可以吗？我买跑车，哇，还不够。跑车还买不起，哎呦 ！OK， let's go。哇，怎么会有岩浆啊？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世界会遇到岩浆？对不对？哎，没踩到钱啊，可以走这边哦。读书，哎，变成高知识分子，爬上去。哦呦，这个，哎，小小的移动一下。哦呦，他是说比特币是会赔钱的吗？哈哈哈哈，这游戏也，他把夹带了一点私欲在里面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个作者比特币赔很多钱啊？哎呦，阳光少男，走，我们进去了啊！我觉得这个游戏有点性暗示，哎，这不太好。哎呦，是什么？还有哈口模式啊，哈的模式，来来来，哈的模式有多哈的？我们看看，还好啊。What the fuck？ 谁会知道？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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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喂喂喂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我只能用穷人模式啊，这不能怪我啊，这 hard 模式太夸张啊。谁最好会知道突然出现你马里欧啊，马里喵是不是 ？OK OK， Let's go Let's go， 我们正常模式就好。哦呦，我已经越来越会闪这个了啊！哎，啊，我现在都是哈口模式是不是 ？OK OK， 好，我知道了，那边会掉东西下来。哎，不是，我以为在前面呢。啊，哭啊！好，可以。算你狠，算你狠，的确游戏要再困难一点才好玩嘛。哎呦，要虚我，这一定会掉东西。哎，没有，我变成了一个被害妄想症。哦呦，我现在被害妄想症极大，完了完了，我们还是回来原本的模式好了。我们现在一直变穷鬼耶。他那个会让我有被害妄想症，每个空格我都会想说是不是有东西。这哦，他没有办法切啊，他只有按切。等下，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？OK， 来啊！哦，干什么？哇哦哇哦，藏在那种卑鄙的地方啊！哇哦 ，OK，
来冲！轰隆隆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 ！Love 啊！完蛋！我闪！屁！想省一点钱也不行吗？我们跳过，我们跳过。玩什么哈口模式？疯了吗？哦，我们可以去升级我们的这个房子。房子。哇，升级一个东西这么贵啊！这还分还升级不了。我们升级的东西有限。我升级一个时钟要2000多块，抢钱吗？抢钱吧。OK， 我们把这边升级一下。好，就这样，钱就留着吧。直接开始赚钱，赚钱。OK。喂哇，刚刚那是小 bug 吗？我现在铺还在上面，他没有减少我的钱。Oh no， 一定是那个困难模式害我跑了节奏。来，有捡到了，这资源回收桶是好的还不好的？不好的，看起来绿绿的、啊。我们捡下面的钱就好了，我们不要贪心啊，做人不要贪心啊。做人不要贪心，哎，做人 ，Oh shit， 交了一个不好的男朋友，哎呦喂，有钱，这到最满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原来这是最满的吗？哇，我们的钱，来，随便走，钱太多，捡了100万美金啊，他手上叠了那么多的钞票，害我想到绝命毒师啊。我知道，我要买车子啊，车子，哦，买车子，2000块了，我们还要再3000块才能买得起。它这如果是美金，5000美金大概是25万台币吧。现在美国，我记得美国的车不贵，你知道吗？美国的车其实几千美金就买得到一台。哦呦喂，相当于台湾的几万块台币。就可以买到一台车子。哎呦喂，该上来了。哎呦，碎 OL， 我觉得这个模式看起来是最漂亮的，就这现在这个阶级是最漂亮的。哦，上面那个钱也能捡是不是？哎，不用了，上吧，瑞区的小姐，这也不错看啊，不过穿礼服什么的就太高贵了。哇，这帅哥穿西装哎，打领带哎，我只有结婚的时候才会这么做。哎，要升级房子吗 ？No， 我们不升级房子，我们走，读大学，走开，不交男朋友。不看电视，只爱读书。我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。哎，完了，到底有加还是有减？哦，完蛋。走开，不要靠近我，我已经快穷死了，在努力投资自己。OK， 回，有，哇 ，OL， 哦呦喂，可以，就这样，啊、哦，受伤了，孩子，哦，这还在铺里面，太难过了吧，就撞了一下。我就走着，突然踢到脚趾头，然后我就变破了，太难过了吧？好，这停车场，为什么停车场停车费吗？这个到底？Oh my god！ 到底我们的这个作者对停车费有什么样的阴影？Rich man。他意思说我们要跟 Rich Man 在一起吗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 Oh shit！ 没事，钱很多了啦，我们现在是捡到钱，好不好？绝命毒师都没有这么多钱。我、哦、
这什么打疫苗啊？疫苗，疫苗。CS 玩太多是不是？好，冲啊！啊，留一点点 ，OK， 还行还行，留了一些钱。走，我们的车车还有多少钱才买得下来？你看现在2020。2990 ，Oh my god， 都快3000块了，哇，一台车真不好买，哇，出广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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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嘿，上面钱有比较多吗？感觉不出来，上面钱可能多一点点而已吧，所以我这边飙上去真的会比较好吗？喂，哎呦，竟然不是给我刚刚好哎，他竟然是 ，Oh no， 我有点穷，救命，有点穷，不敢走上面。哇哇哇哇，我是破界的王者，只能走九分而已，太难过了吧？下一关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房子，我们钱已经有3500多了，哇，怎么那么大？哦，车子可以升级了，来来来，升级一下，哇，变跑车，太棒了，我喜欢跑车。有人不喜欢跑车吗？不然你们把你们的赚来的跑车送我好了。哎呦，各位，如果啊，上次我们玩有一个类似有钱跑酷嘛。那我们不是有问了大家说，如果你们有钱，你们会想做什么吗？那很多人都跟我说要存起来，我也想存起来。那这样好了，各位，如果你有钱，然后不需要存起来的，这个钱你如果不花完，它会自己消失，然后你可以拿到个100万美金，好，3000万台币，一定要花完。你会买什么？三千万的钱，你会想拿来买什么？一定有人说，我跟你讲，一定很多人说我要买房子。我也想买房子，哎，冲啊！可是你们都不会想买跑车吗？虽然跑车很不切实际啊，不切实际，嘴撇一点，不切实际啊。不过男人的梦想总要有一台跑车，对不对？感觉很帅。哦呦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买跑车的？买一台兰博基尼，好不好？就算在台湾能不能开超过200，可是。买这就是一种爽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我们都喜欢那个酷东西。买房子什么的，那个是比较实际的。如果是我们不为了实际而想，我们想要买一个我们会开心的东西哈。啊，不然就是瓦罗兰啊，那个特战英豪氪金氪到死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冲那个无敌，什么都无敌。有了有了。如果我现在手上有这么多，你看哦，我就不会爬这个坡了，我会把这个钱拿走，直接带走，好不好？一叠如果都是100美金的话，我的天啊，刚那么好几叠，应该好几百万哦。来，我们快买得起这台臭臭布啊，长得有点丑。下一关 ，OK。哦，我不抽烟，哎，我不抽烟，哦，可以可以吃这个，无敌无敌 ，yes yes， 哎，干什么？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的肩膀 ，oh shit， 这好 baby 啊，哎哎，可以可以 ，rich rich rich， 我觉得 rich 已经够厉害了 ，rich 都已经可以开跑车了，哎，这算跑车了对吧？算很有钱，来住城堡，这种高级别墅。OK， go go， 哎呦呦呦，渐渐欠钱。OK OK， 我们要从穷人开始打拼起来，白手起家，不碰赌。OK， 冲啊！哦 ，Oh no， 感觉不是件好事。好像钱有点少哦，难过，输了。哦哦，哇哇哇，好烂哦！
他那个如果说我的钱碰得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撕两排。可惜他不是这么想的。OL 还是最正的，我觉得目前看下来最漂亮的，可以啦。我们住个海边的小别墅也不错，而且还有游泳池，很棒了啦。说真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不用太高级，要住到什么城堡 ？OK， 过过。哇，转眼间20关哎。OK， 再累积多一点。哦呦，这什么？哦 no， 有 rich， 我有个乡音哎 ，rich， 短音，碎，有，走开，不要干扰老娘的啊，干扰老娘的啊，老娘的臣妇之日，岂是你能干扰得起的 ？Oh no！买终究是买不起那台车啊，各位！哇，这选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哎。秉持着实验精神，我们还是选一下看看好了。哎，选不到，不好意思啊，选不到，没办法，好险选不到。我觉得选到可能有点不妙。好了，各位，这个地上捡到钱的游戏就先玩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地上捡到钱的游戏，记得帮我点个赞哦。如果自己想玩的话，我们的标题上面都会有游戏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